他最近这几年把他真本性表现出来，尤其他看他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我觉得哇，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节目。真正高兴的见到你，开心。哇，你好香哦，你看一来就香香的，很期待吗？很期待啊，我超期待的。那你这趟会有那个很辣的比基尼吗？可以敬请期待喽。啊，房子呢？我是看他也算应该算是从小长大的吧。那最早他有来上过我的一个节目《百战大胜利》。我就发觉这女生的体力非常好，那时候她还是在演偶像剧，还是比较文弱的感觉。她最近这几年把她真本性表现出来，尤其她看她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我就觉得哇，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节目的。然后，因为我跟房子已经很久没有就是之前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先熟悉一下基础动作，然后也确定一下我们的法兰兹跟平压状况是不是难道很 OK， 毕竟出海是蛮危险的。没错。OK 吗 ？OK， 不错的。OK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OK 啊。教练，我们都过关了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房子加油，会你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OK。可以。好看，蛙脚掉了，掉了一只。好玩啊！厉害哦！好厉害！你都能很久没练，然后来这里紧张哎！我刚刚看见成长出来了，第一次。我们刚超紧张，完全没办法笑。超严肃，超严肃。哎，快来哦！看到台湾，太漂亮了，好美哦！我看到海龟，海龟它上来换气，它上来换气。看到吗？开始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注意一下水面上啊，波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啊，海龟在我们右下方，看到右边，右边。啊，看到了，有。哦，这就是一只母龟哦，好母龟哦，它吓到了，然后加速了一下。我们一人可以发一个拳击手套。来啊！站好了吗？说他要放水，让你看你能不能推倒他。他羞辱我，他在羞辱我。对，开始。他抢我的，他怎么跑？